来到新宿的歌舞伎町，我们就说到这边呢，就是有很多的拉布坡，就是汽车旅馆。我今天挑到的是这个，它的价位大概是这样。那我们去100分钟玩，现在有Splenda，因为我没进去过，所以我现在非常紧张。而且呢，我们今天的组合超级诡异的，两女一男的组合，不知道店员会怎么看我们。那好险进来了，它是机械式的，没有人比较不尴尬。我今天就随便选一个306。那因为刚柜台人员说是 My Location 上就是要先付，所以我来付一下。我没有会员卡，所以 Not Night。哦，对，讲到这个，因为这边的100分钟应该只要3900多，可是因为我们三个人，我很老实的说了，所以就变得贵一点。ただいま問い合わせていき、お支払いが完了しました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。ごゆっくりおくつろぎください。好的好的。好，ごゆっくりおくつろぎください。我们可以慢慢享受。享受什么？享受女子派对想歪的去罚站。刚开电视发现这里可以看坏坏的东西，现在我们来给你看。天哪！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不是你自己要看的吗？哎、欸、哦，想想想想，他可以选啊，你要人气女优还是熟女？这应该要请男生来帮我们选一下。等一下，我要坐着。等一下，我要坐着。你想干吗？就人气女优就好了吧。好的哟，看哥哥。天哪！哇！确定你的频道是叫这些的吗？那我们要学什么？你都要叫吗？你要哪一套？好，那这个叫警察好了。叫警察。这个门超妙的，因为那个人送上来，我想说怎么打开都打不开，是不是那个人来了才可以开？所以我们在这100分钟内都没办法自己自由的逃出去耶。哎、欸，你要换什么？换黑色的警察。对，警察。我刚叫警察。你要逮捕我吗？可以认真介绍吗？可以，这样子。然后这个好像就挂在肩膀上而已。然后300块就可以租各式各样的 cosplay 的衣服哦。那就介绍一下这边。这边就是可以调整什么光之类的。对，那个。那浴室可以看电视，然后这里有那个按摩的，它是按摩浴缸。玩得太开心，忘记拍结尾给大家看歌舞伎町的夜景，哈哈 哈。